差人赶住入场，里面咁多人，唔通商场发生啲乜嘢大事？原来有班人喺度抢货啊！呢度系新宿一间日本人气动漫《切卡华》嘅快闪店。有网民就上载嗰间铺头喺10月30号开店时嘅场面。据讲之前入店咧系需要抽券嘅，而呢一日系自由排队开放入场嘅第一日。至于赶住入场嘅嗰班，唔少都系讲住大家熟悉嘅语言。据闻好多大妈唔单止亲自排队，仲不惜用6000 yen 去请代购，一齐入场扫货。一班人全系因为乱插队抢人哋购物篮嘅嘢而爆发冲突，终于惊动警方到场，最后间铺只能够紧急闭店。后来切卡华新宿店官方社交平台亦都发文感谢客人到场，并且非常抱歉呢日嘅营业已经结束。发文嘅时间系当日上昼11:15，真系名副其实嘅快闪店啊！好多网民留言希望店家能够妥善规划。亦都有日本网民批评入店仔好多都系代购，将啲商品抢晒啊！